掩盖着我穿行在挪威森林，穿过花房遇见姑娘，蔓延是杏花天意。最深时涌动，我的心开始放开喉咙。夜是我最忠实的听众，每天都如期相拥。夜谢谢大家。OK， 继续为大家唱歌。新年的晚上，在北方已经没有办法想象有这样的舒服的气候。这首歌呢，正好也该带回他的家。下面的这首歌是出自于咱们广州，我们广州的作曲家李海英先生写的非常优美的歌曲，相信大家也都会唱。如果会唱，大家跟我一起来唱好不好？一起来唱好不好？弯弯的月亮会不会？一起来。
有一个弯弯的月亮，弯弯的月亮下面，是那弯弯的小桥。小桥里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悠悠，驶过童年的阿娇。一起来。 谢谢大家，而且要请大家把掌声送给我身后的这位美丽的舞者，她的名字真的叫阿娇，她是一位听力有障碍的舞蹈演员，凭她自己的耐力和勤奋为大家献上这么优美的舞姿，大家应该给她以热烈的掌声。谢谢阿娇。
OK， 下边的一首歌曲呢，我找个人来一起跟我唱。OK， 这人呢，刚才大家已经见过一次了啊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特别有理由跟他站在一起，因为他是第一季《中国好声音》的优秀学员，我战队里边的吉克隽逸，大家欢迎。哎，大家好。OK， 其实这首歌呢，我们合作过一次，再为大家演唱《天地在我心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融化在我心里。